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发现一个工具，可以用来刨东西。我看那边有一颗像是野菜的东西，咱们过去把它刨出来试试。走，哇，它的边缘有很多很多小刺儿，这是一种优质的野菜，在我国北方分布很广。据说它地下的根茎要比上面长很多。然后它叫刺儿菜，好像是。这是它的根儿，我们把它盖上，让它们能继续生长。来，走吧，走吧。这有一大片玉米地，这是个好信号。看见玉米地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哇，这状态还不错，有它我们就晚饭就有着落了。逮了只鸡，正在烤。在野外，要收集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资，比如说这些木头。老白好了没？我都饿坏了。老白好了没啊？我和狗都饿了。啊啊啊、来了来了！你们这帮人，哼，自个儿跟着歇着，让我一个人准备这么多烧烤材料，哼！折腾这么一上午，削木头当签子，我铁丝做篦子，还得烤鸡炼鸡油，可给我累坏了。好在啊，咱这蒜肠方便的，不用调味，不用放调料，撕开包装，穿上签子，哎，改刀就能上火烤。再刷上咱这个喷香的鸡油，嘿，肉香味、蒜香味那是扑鼻而来啊！只需短短几分钟，咱等这蒜肠表皮一开花，哎，起火。这一上午，终于有吃的了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谢谢。来来来来，整，不要客气，尝尝我的手艺啊。预约上手吗？来，哇，不怕烫啊？哇，不能。挑了一个最大的，哎，干脖子，干脖子，来来来来，尝，哎呀，Guten Abend, gute Nacht, mit Rosen bedeckt, mit Näglein besteckt。你怎么不早给我们烤呢？不是，有点珍藏手艺嘛，好东西早点拿出来，好饭不怕晚。哇，烤完之后果然焦香四溢，净吃老白掰的蒜肠了，这次第一次吃烤的，味儿真棒。
这东西不只能烤啊，它还可以炸着吃，可以泡面吃，而且可以拆袋就吃，特别方便。关键是方便，没错。我的脖子我了解，你们这踢球啊，玩游戏，你们辛苦了，我们都不容易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有肠没酒太遗憾了，不预备了吗？哎，这有这有，小花小，他喝不了，咱仨一人一瓶，来喝酒，来，感情有都喝粮食酒，来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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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兄弟，来了啊，完事了啊。什么呀？酒你喝不了，这还可以吧？嗯，以后每天都要烤老白的脖子，没门儿。开着，哇，他和我好亲呀、啊！我的镜头这么长吗？你看看我呀，你看哪儿呢？